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日前在北约峰会前夕的记者会上称，此次峰会的主题之一是北约的全球伙伴关系。乌克兰冲突表明，我们的安全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我们需要与印太地区的伙伴密切合作。北约将同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讨论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合作，共同抵抗俄罗斯、伊朗、朝鲜、中国等独裁势力。那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北约作为冷战的遗存和全球最大的军事集团，一边声称自己是区域性、防御性的组织，一边不断的越界扩权、挑动对抗、大搞霸道霸凌。北约所谓的安全，是以牺牲别国的安全为代价的，其所作所为给全球和地区带来了极高的安全风险。中方坚决反对北约对中国的抹黑攻击和甩锅推责，反对北约拿中国当借口，东进亚太，搅动地区局势。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早已被国际社会所公认。我们敦促北约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停止贩卖安全焦虑，停止四处树立假想敌，停止打着共同防御的旗号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切实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点实事。下一个问题。韩国中央日报提问。据韩国一家媒体报道，中国决定向朝鲜当局下达了让派遣到中国的这个朝鲜劳动者全部回国的这个最后通牒，这个报道是否属实吗？最近这个朝鲜跟中国的关系和以前不同的这个报道比较多，中方对此如何评价？我没有听说有你提到的情况。中朝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一直保持着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最近啊，韩国有媒体不时地冒出中朝关系如何如何的消息，进行一些捕风捉影的臆测和炒作。我希望有关媒体秉持专业水准，基于事实客观报道，不要把新闻写得像小说。下一个问题。谢谢发言人。湖北广电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外国游客来华蔚然成风，在全球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掀起一股热潮，那多个海外社交媒体数据显示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已经成为热门搜索词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我们高兴地看到近期外国游客来华持续保持了高位的热度。中方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的外国人1463.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2.7%。其中，通过免签入境的854.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90.1%。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便利人员往来化的措施不断优化，外国游客说来就来，正在成为现实。最近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拍摄的视频，这些沉浸式的随手拍展现了中国发展的勃勃生机。在他们的镜头里，有北京亮马河夜间的灿烂灯火，也有上海街头的家常美食，有深圳硬核的无人机外卖服务，也有赛博武汉充满科技感的
光谷空轨和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我们也看到有数据显示，86%有过来华旅行经历的外国游客认为支付更便捷了，随时随地的扫一扫成为很多外国朋友在华体验的新时尚。中方的主管部门预计，今年下半年外国人来华热度还将持续升温。中国游的爆火既源于中国的独特魅力，源于中国社会的开放包容和人民的热情友善，也是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出的硕果。我们将继续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让中外的交往更有活力，更加热络。欣赏美景，感受生活，分享机遇，共襄合作。我们欢迎更多的各国朋友来趟说走就走的中国行。下一个问题。Question from Reuters. A Russian corvette and Chinese warships conducted training exercises while patrolling in the Philippine Sea,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Russia's news agency TASS. The joint training included the inspection of what it called a suspicious vessel. Could we have more detail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naval exercise? Thank you.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有关情况，建议向主管部门询问。下一个问题。樊生好，塔斯社记者提问。中俄东北远东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今天在普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关于这次会议，外交部能否提供更多的细节？中方对中俄地区合作有何期待？谢谢。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消息，中方愿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俄罗斯开展地方合作。关于此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建议向主管部门来询问。下一个问题。下午好，法新社提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昨天在中国访问，他来谈那个乌克兰战争的。那你觉得他的访问为解决俄乌冲突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谢谢。昨天，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稿，你可以查阅。欧尔班总理在访问期间同中方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通报了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有关情况。中方对匈方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的建设性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局势降温的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为俄乌双方直接对话创造条件。中方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下一个问题。谢谢发言人，我先是记者提问。我有一个关于匈牙利总理访问的问题。阿尔班访华后，中国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是否会再次派特使理会为了解决危机访问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这次的访问，
我们已经发布了消息稿，中方赞赏中方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的努力，中方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并视形势的发展决定下步的行动。在此过程中，中方愿同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共同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有利条件。下一个问题。Ukraine Foreign News Agency. Yesterday, the Russian military carried out massive missile attack on Ukrainian cities, including capital Kyiv city, where they destroyed Okhmadyt Children's Hospital. Only one in Ukra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particularly serious diseases. As a result of Russian strike, almost 40 people, including children, were killed and more than 200 people were wounded.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sev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any countries condemned this Russian missile attack as on civilian as a war crime. I would like to ask how China reacts on this bloody attack. Can China condemn such attacks and can China express its condolence to victims in Ukraine? Thank you.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有关各方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推动局势降温，为尽早实现停火、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近期中国巴西共同发表的六点共识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积极回应，其中第一条就是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局势降温的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各方都应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下一个问题。Bloomberg News. I have a question following up on the Reuters question on the NATO cooperation in Asia. You said that China opposes the expansion of Cold War alliances in this region and that NATO has no place. Last month, when the DPRK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nounced the restatement of their Cold War alliance on China's borders, you said that China has no comment on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And this is a matter for two sovereign states. Why is it that when Russia and China, sorry, why is it when Russia and the DPRK revive their Cold War alliance, China has no comment? But when states in Asia sign a multilateral agreement with NATO, China is opposed to this. Thank you. 在俄朝之间双边交往的问题上，我们已经清晰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这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双边交往。关于北约的问题，我想我刚才已经也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北约能够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希望北约能够停止打着共同防御的旗号搞阵营对抗，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切实的能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下一个问题。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day released a report which was signed by the Five Eyes countries, the US, UK, Canada, New Zealand, also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Germany, saying that the APT40 group had repeatedly targeted governments across the Pacific in cyber hacks. Do you have any comment on the accusations in this report? Thank you. 有关方面再次拿中国网络攻击来炒冷饭，借网络安全问题污蔑抹黑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有关机构发布了包括美相关 APT 组织分析报告在内的多份分析调查报告，详尽揭露了美国长期以来
一面散布虚假信息，翻炒中国网络攻击威胁论，一面又凭借霸权地位和技术优势，在全球大搞网络监听窃密。令人费解的是，美方自始至终从未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到底谁才是长期对盟友伙伴搞监听窃密，对各国进行无差别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谁才是在全球推进网络威慑战略的万恶之源，谁才是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相信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昨天我们刚刚就美国炒作福特台风对华开展虚假信息的行动表明了立场，今天就看到了炒作中国网络攻击的消息，这种巧合不禁让人怀疑，背后是不是有某些国家在暗中操弄，转移视线。我们奉劝有关方面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替他国火中取栗，最后落得损己利人的下场。下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